哥们儿了，你怎么那么多违规啊？这整那么长。还在打，还在打。18亩的小麦已经收割完并且卖完了，今天我就来给大家看看我一共挣了多少钱。我这18亩的小麦一共是收了18900斤，还有个零头哈，我大气点我就不算了，平均下来一亩地是收了1050斤。我这小麦的水分是17，粮站是不收，粮站只收14个水以下的，我也没有地方晾晒，所以我就直接卖给了个人，一斤是 1.08 元，一共卖了是20412。我的支出不算人工，一共是18900元，这样我18亩地我挣了1512元，这就是7个月的收入。1500元对于农村家庭来说能够勉强维持半年的生活吗？要想改变农民的现状，并不是装几个路灯、修几条路、再放几个垃圾桶、再刷上几面墙。这几年的种地成本在逐年增长，老百姓种啥啥赔钱，种粮食赔钱，种蔬菜赔钱，养猪赔钱，养牛赔钱，那养羊的还赔钱，只要是农民的产品都赔钱。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啊，如果种地能挣钱，农民将无地可种。虽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补贴，可年底一算账，利润无几啊。粮贱商农呢，农民太心寒了，看看这当前的物价，看看当前的医院，看看娶一个儿媳妇的花销，真的是让人心颤呢。农民种的是希望与期盼，收获的是啥？收获的是失望和心寒呀。既然种地不能养活人，农民对地的感情也就不像从前了。现在许多年轻的劳力都已经离开了农村，离开了养育自己多年的土地，他们也非常心痛，是生活所迫，谁又愿意背井离乡去走西口啊？走西口的悲酸，人人现在又在体会啊。我是文清，我实名举报我的前公公徐成，他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随州分行的审计科科长，他们全家都是银行的普通职员，却在武汉购买了上千万的别墅。我在和他儿子的婚姻期间发现他家有大量不明财产收入，并且从聊天中得知他们以某种形式参与汉蔡汉鄂高速公路，自称有源源不断的收入，我怀疑涉嫌违法乱纪，现已与他儿子离婚并进行实名举报。中国红十字会和扶贫基金会耗资3亿美元为缅甸100万儿童提供营养援助，同时还为埃塞俄比亚、乌干达、纳米比亚、蒙古等7个国家的小学生免费提供营养早餐和午餐，说这样可以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，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，帮助这些国家实现零饥饿的目标，是一个大国的担当。我想请这两个基金会的领导能够回答一个问题，
我国云贵川贫困山区的儿童有没有这样的待遇？他们吃上免费的营养早餐和午餐了吗？这些孩子是不是已经实现了零饥饿的目标啊？如果没有，那你们凭什么要花20多个亿给外国的孩子呀，让自己家的孩子忍饥挨饿？中国如果真的富裕到这种程度了，说钱多的都不知道怎么花，那可以，别说7个国家，70个国家咱们该帮也得帮，谁让中国人心地善良呢？要是自己的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，还非得要勒紧裤腰带拿出这么大一笔钱来去给外国花，那我可就认为是打肿脸充胖子了。中国红十字会和扶贫基金会，你们的资金主要来源应该是社会捐款吧？我们捐的钱可不是让你们为了面子这么造的呀。中国是大，这些年经济发展的也好了一点，生活水平也提高了，但是离真正的大国实力差的还很远呢。再说了，大国它不等于大头啊。我今天就想问问大家，西瓜行情这么乱，到底谁能说了算？市场上老板走不动货，叫苦连天，瓜农们对着满地的西瓜卖不掉，每天坐在这个地头上愁眉苦脸。即使是今年全国各大产区西瓜的行情一降再降，降到了冰点，但是依旧解决不了这个问题。都说供大于求，产能过剩，我就想问问咱们全国10几亿人口，难道大家都不吃西瓜了吗？现在山东昌乐2毛一斤，河南开封3毛一斤，山东青州2毛一斤。我本以为只有像山东、河南这样的平原地区，由于产量大会出现滞销的情况，但是没想到在几千公里以外的新疆吐鲁番也未能幸免。早穿棉袄午穿纱，围着火炉吃西瓜，这句俗语生动地描绘了新疆地区昼夜温差特别大，这里的西瓜非常的好吃。但是昨天一个新疆的朋友告诉我，现在在他们那里品质最好的西瓜批发价也只有2毛多一斤，瓜农们都是忍痛赔钱在卖，这是怎么了？什么原因呢？是产能过剩？是消费力下降？还是销路不畅？这是业内人士分析的几个原因，我总感觉还缺点什么，大家怎么看呢？沙漠里面下这么大雨，呼兰布和沙漠第一次见啊，罕见罕见。凉风中，沙漠里面的虫水，沙漠里面看这瓢泼大雨，左左左，快靠右了。黄河来了，沙漠黄河，沙漠黄河。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6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9蒸9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
人参皂带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。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带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带的吸收率高达 80% 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